您介绍的这盘呢，也是非常精彩的一盘主将之战，是由中信北京队的陈耀烨九段对阵安徽华裔队的袁胜珍九段。应该说这两个人实力都很强啊，我们也不用刻意的介绍了。确实，现在在这个咱们吉尼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上呢，韩国的这个一流的高手已经悉数到场了，基本上啊。李昌镐呢，是因为家里太太生孩子，所以本来今年也要参加围乙的，后来没参加。好，说远了，我们来看棋吧。这两位棋手确实成名已久，不用再怎么介绍了。对，尤其是袁胜珍，去年刚刚战胜了古力，获得了三星杯的这个冠军。又是一盘类似于中国流的棋。先挂两下。拖。先交换两手。翻。交换两手呢，徐老师，我来问问你啊，又考考你。他为什么？你猜啊，咱们也是猜测啊，这个事儿没有准确答案的。你猜他为什么要走这两手以后再走中国流？这个问题比较难嘛，我发现好像。快猜，10、9、8、7、6。我觉得可能是先挂一下小木脚吧，然后以后挂的话可能走不成这个样子。这个当然有点牵强啊。我来猜一个啊，我来猜更靠谱的一点。我猜陈耀烨他是担心别人跟他走模仿棋啊？是吗？对，啊，因为他还有这个担心、啊。对，因为我在2009年的这个围甲联赛上呢，跟陈耀烨曾经是一起在中信北京队效力过啊。我们对这个中国流有一点探讨，就是那时候呢是中国流最火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这中国流胜率挺高的。那时候确实我拉这个中国流也老赢棋，孟泰玲曾经聊过这么简单的几句啊，说哎，就是说拿白棋的时候，中国流确实不好对付。我应该怎么对付呢？我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啊，就跟他下模仿棋。那我这个猜的也不一定就100%靠谱啊。对，我觉得可能多少沾点边儿。是，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下黑棋的时候，别人一上来给我摆这么一个新小目啊，我也会先挂两手。就这个棋呢，在2009年，我跟陈耀烨我们都探讨过。所以呢，看来你比较了解。我们对，因为那个时候一个队嘛，经常去聊这个问题。走完这个以后，实际上这个被白棋断掉之后啊，这两个子的交换它是有损的地方的。本身就相当于白棋守了个无用角嘛。对，你撞了两下，这个怎么也不能说是黑棋便宜了。是啊，当然损了多少也很难讲。一种去向就是，黑棋可以通过交换这两手棋呢，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降低白棋的行棋速度。一下你看黑棋虽然损了两个，但是白棋速度慢下来了。你手棋不能走在这儿了，你走在这儿，当然白棋也是收获了很厚的这么一个局部的形状。但是呢，从防止对方下模仿棋的这个角度出发呢，黑棋是达到目的了。这个我的猜测，我觉得靠谱。现在白棋立刻就把它断掉了。这个是契合，这个当然很短。很大这不断。这儿飞，这个飞是很重要的一手棋，也是这个陈耀烨同学很喜欢下的一步棋。飞这个。黑棋带飞，但这个棋有点意思，就形成一个互张模样的棋了。它这个飞得够小的。好像一般人家小飞在这里的话，比较普通的下法是走在这儿。但是陈耀烨一向是走这个的。这个棋呢，我也欣赏这步棋。就是确实你说的对，有些人下这个，也有些人回差一度下这个，是，但这我比较欣赏这个。这个呢，幅度已经拿捏得很好了，已经拿捏得很好了。因为本身白棋这个星位加小飞这个角啊非常的坚实，你离它近一点没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只能让自己变得更空虚，以后人家打入进来的时候呢，你在想攻它的时候更困难。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以后自己在想拆的时候也有拆的余地。想拆哪儿都行。对，而且这个呢，基本上白棋不太好意思你再从这儿，有点过分。你再进来的时候，那我肯定积蓄力量就很足了嘛。这个就是先走后，拳头先收回来，争取下一个再打出去，后击国发。这种棋呢还是挺有美感的。白棋长。这个好点，跳起来好点。正好中心点啊，两边都可以撑起来了。这棋说句实在话，如果说
让我评选我最不喜欢的这个布局类型啊，就是这种类型了，就是我下黑下白都不喜欢，我不是特别擅长来下这种对为模样的棋，因为他这个棋呢，不仅对技术上的水平要求比较高，对这个心理素质上的要求也挺高，你得有胆这么下，你得有胆，你一边张自己的时候，你还一边别觉得别人大啊，像我呢，下着下着我就觉得。自己围多大不重要，不想让他围那么大，然后这种思路，这个棋下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啊。但是，那有的人的风格呢，觉得自己围大的，他心里不靠谱，他怕人家进来，他吃不掉。哎，也有的人是这样，也有的棋手就是总觉得自己大。总觉得自己比对手大，我撑得大就行。哎，对，撑多大没关系。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人呢，就是可能就更喜欢下这种互为大模样的。就是你的空内都不是空，我自己围住了那个我已经先有了，那个超自信的。对，你的那个空看上去很大，没事儿，一会儿就是我的了。就是有这样心态的人下这个对围模样会比较凶一点。现在看白棋拆掉了。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我在看前面这十几手棋，就是稍微准备了一下我们十几手棋，这两点究竟哪个大呢？这个好难啊，选起来啊，这个好难。不过从宽度来说呢，上面宽一点，就是是这样的状况。但是这样，上面宽了，但是上面白棋厚。哎，对，上面白棋厚，其实黑棋如果拆的话，黑棋也不好意思拆远，黑棋可能也只能拆得近一点。是的，黑棋如果拆远，离那么近，白棋将来打入进来，黑棋未必能讨得了好啊。那这个棋也可能白棋应该拆这个，因为这边黑棋相对来说薄一点。啊，这个好难，这个我就见仁见智吧。啊，对，见仁见智。好，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就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明确答案的地方呢，我也就懒得猜了。想不明白，反正，倒不是推卸责任啊，就是这种地方要让讲解者来明确的给出一个哪个好，哪个不好，我觉得多少有点不负责任。我这个确实得承认，我看不出来哪个更好啊。黑棋必然要拆底下，他拆的比较狠，拆到头。这是陈耀烨的风格，这个棋效率追求到了极致。这种其实是效率追求的，其实如果拆到这个应该已经很满意了，拆的中心，对，因为这个形势还是挺大的。嗯，他拆到这儿的这个好处呢，就是下一手很厉害，下一手他直接跳起来了。对，哎，如果刚才拆到这儿的话呢，下一手只能走这个，是他如果先逼的话，他肯定不会往回走，他就跳起来了。这个牛，如果说像王老师说的拆在心位，嗯，那么接下来白棋是要考虑进入呢，还是要围呢？不知道，这种局面好难呢，觉得这个棋不知道，这个棋反正让我下的话，我，好难，不好找头绪。我想啊，我偷偷的告诉你啊，我估计我可能会走这个，我就别让他围了。对，是，我比较擅长的棋呢，就是这么多年来我比较均衡，我觉得你对擅长均衡一点的，就是大家谁也别太夸张，你有点我有点，然后最后。找个机会来下，这个找个机会来决胜负算了。如果可能，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相当一部分棋手可能会先自己围自己的。等走这个的时候，他在什么中央，在这种撑一个啊，对，也有很多棋手会选择这样的棋，但是这个我确实不擅长，这个得承认。他走在这儿的话，这个棋一下就紧凑起来了。对，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对围的下法，因为他有点逼迫白棋了，因为你撑得太狠了，人家必须会进来。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格局呢，随着黑棋拆到这儿呢，基本上就结束了，打破了。哎，双方这种对围形式的这个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了。是，白棋必然的打入呢，就是黑棋也封不住白棋，白棋也攻不到黑棋，那就是大家争相向上出头。是的，争相一向上出头呢，马上就变成什么格局呢？就是互破的格局。对，你也没什么了，我也没什么了，模样就不存在了。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黑棋小尖。白棋飞，跳。对，这个棋呢，说实话，我觉得对黑棋来说多少有点可惜。黑棋本身这些形状，这六个子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上是所能构成的最佳的形状。是黑棋，其实际上虽然我是不太擅长，但是我的直感上，我觉得黑棋还是有这种资本跟白棋再多撑两下的。来逼着白棋进来，然后再去攻我吧。对啊，那这样的话呢，确实黑棋气势很足，逼着对方这么来，那总感觉就这么让白棋打出来一块呢，多少有点可惜。
白棋跳在这边以后呢，嗯，黑棋这个进入白棋那以后往这儿的进入就变得可能性越来越大了。白棋这么跳两手，黑棋这边的空已经不太容易围大了。是的，嗯，对，然后黑棋现在刺一下，刺一下也是为了加强这边。那这个刺呢，实际上是有风险的。我觉得啊，黑棋这个刺，黑棋这个刺，白棋可能要反击。他实在没有反击，这很可惜。哎，比如说白棋现在并这个，你怎么办？对，我这线不能冲断吧？能冲断吗？你先看不冲断，你不冲断走哪儿呢？不冲断。你不冲断就不明白。那这样的话，我再一双刺，这段局部跟实战要差一手棋了。你这个刺，如果你刺的时候我双被我这么连双两下的话，我再过来，这个黑棋输了。下成这样的话，不能这样下吧？黑棋已经等死了，不能这样下。这个头太大了，你等于浪费一手棋在这儿。你这个棋应该，这个子应该放在这儿的。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些棋友们觉得我说的有点夸张啊，这怎么就被震个头就输了？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刺双关是浪费一手棋。而这个阵呢，是绝对的超一手棋的价值。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手棋，反正是超级巨大的。一下黑棋被压迫了，黑棋被攻击，白棋这边膨胀起来，这一出一入对任何一个职业棋手来说，这都不可接受的一个棋。所以我刺的时候，你走什么都可以，你不能粘，绝对不能粘。我不能被人家说粘上，然后刺一下我再粘上，那就太不像话了。但是不粘，如果你走别的，比如说就算你走这个吧，可能稍微好一点。我在刺的时候你可能飞一个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刺也不能说是成功，也不能说是成功，因为你这个底下的形状呢有缺陷。而且这个地方先手这儿还有一堆的先手。那既然如果说防守都不行的话呢，当我双的时候啊，黑棋或许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就是冲断。但这个冲断呢，我真的冒险，很危险，很危险啊。黑棋真的是很危险，这不用看了，华山一条道。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形状，上面一个丁四，下面一个丁四，这棋怎么预感都感觉是极端不靠谱的一个形状。对于黑棋来说，白棋贴一个，来个扳住，调一下。对，上面这个，如果单纯的对杀，我感觉是黑棋挺危险的。不明。但是上面有棋吗？上面也很难走出棋来。靠它就算冲的。哇，你是这样冲啊？因为你任何时候我贴第三下都是先手，征子我又是有利的。那这也不太好应付吗？看起来。怎么办呢？比如说你打吃，我长，你这时候有什么好办法吗？我不太好办呢，我走这儿吗？走这儿，我先手顺手一贴，这个肯定是先手。这个不行，这个被你对，那我再吃在这儿，这个肯定不行。这底下气也不够，那怎么都不行。我这拐打也来不及啊。拐打的问题就是说，你走这个时候我可以冲。冲吃。我可以冲，你这个争是争不掉我的。是的。我稍微做了做准备，我觉得如果真是刺的时候双，黑棋还有点危险啊。这个棋以崔振汉不是以这个陈阳叶的性格来说呢，他肯定不会走其他软弱，他肯定要冲断。陈阳叶是属于那种宁折不弯的那种类型的棋风，他既然敢刺了，那是应该做好冲断的准备了。可是这个棋就棋论棋来看，冲断出来的这个前景呢，实在是不是很理想。这个棋。不知道这个黑棋有什么招法，在这一带反正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一个敢刺，一个不敢双啊。这棋呢确实是，但是黑棋我觉得肯定是要反击。对，因为不敢怎么样，他这个刺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下了战书。等于是给对手下了一个战书，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处咱们决战啊。然后对手好吧，对手一走这个接战书，来吧，这个以这个陈阳叶的性格，他肯定是就作战了。他不会说下完战书以后，今天累点累了，明天再战吧，他不会这样的。你不能闪，对，不会闪。但这个真的这个决战呢，瞬间的决战，我感觉黑棋还是挺危险的。这个从职业棋手的眼光来判断一个形状，可能有的时候计算的深度和广度还没跟上，但是第一眼对这个形状有一个预判了。这上面一个丁四，下面一个丁四，这个棋往往从经验值上来判断呢，这个黑棋往往不靠谱不靠谱。但是它毕竟没这么像，一个敢刺，它是粘上了，一个没敢双。应该说刺着了黑棋还是有所得，那又飞一下。
煎这个，嗯，那煎的时候还是有点想顶啊，顶了是不是被人家顶一下，还是什么意思？嗯，估计是他怕落后手，嗯，他怕落后手，对，这个退也可以理解，嗯，中间这个地方跳出是必争的，嗯，对，这还是要跳，这个地方如果被震过来的话，这棋还是刚才提过的，这棋就下完了，棋局结束了，就基本上就不行了，嗯，这个必须要跳，嗯，还是要跳，嗯，头一定要跳到对方的阵营当中去，嗯，不然什么时候被人家一震过来，这上面立马就白茫茫的了，嗯，你已经没法进去了，然后你这块棋还得面临被攻击的危险，嗯，所以无论如何是不能被震头的，即使这个阵依然很厉害。哎，这个棋反正大家跳了两下呢，嗯，确实，嗯，白棋我估计还得跳吧。正常来说，可能这条交通线还是重要。对，这个如果被别人这么飞过来的话呢，首先白棋这块棋还是不活。嗯。其次，将来这条交通线被黑棋联络，把白棋切断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打入也很变得厉害了。是。嗯，所以正常来说，白棋可能还是应该走，还是应该走。但他实战是点这个。点刺。对，点刺化棋。但是这个时候黑棋用了，哎，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一招哈，嗯啊，这时候点刺是坏棋，嗯，这个不应该点刺，这个子没有任何用处，嗯，停留在棋盘上除了多了一个子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用处啊，嗯，黑棋不会接了，黑棋接的话，嗯，白棋可能就从这儿，他可能会从这儿跳或者飞，啊，嗯，也不会接，黑棋走这个完了之后呢，再一双，这个点到双关上了，这个没有什么价值，现在白棋变得只能飞了，那这个飞的话呢，这个交通线连的不如刚才稳健。还不如刚才这个跳的，这个跳基本上两个队人马就连到一块儿了，嗯，我们经常可能棋友们听我们讲课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交通线的概念啊，嗯，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是就是自己连上了同时把对方解开，对啊，这个是可能有军事爱好的这种棋友们就像这样，对，比如说黑棋这儿有个子，嗯，那中间这个谁占谁，对这个情况呢，就这个情况我们经常用来做例子，当然在实战中是断然下了一万盘棋也不会出现的啊，但是像这个棋呢，这个联络它就显然不稳健，比如说人家还能飞断，对，有问题，嗯，关键是这个子没什么太大用，他这个刺有点随手了，我觉得以袁胜珍好歹是世界冠军啊，以他的这个技术层次，这个点多少有点随手了，他莫非以为人家还是只能接吗？跟他一样啊，跟他一样，这个你犯的错误对手不一定会犯哦，嗯嗯，这个恶手坏棋，嗯，棋子这个很稳健很厚实，对，这补一手本身价值也很大很大，嗯，如果不走的话，白棋这个白棋从这儿飞过来的话，可能这个子还能慢慢的真的发挥一些作用，然后这个刺还是先手，嗯，这边突然有了两个子，你会发现，嗯嗯，这个很大，嗯，白棋现在反正那边也不太好围了，嗯，确实也不太好围了，白棋现在抢先去破对手挂进去，嗯，在那里，嗯，跳，嗯，靠住他，嗯，这样的话简单定型倒是也没什么不好，联络了，嗯，没什么不好，这个白棋破了点目确实也很大，嗯，如果不走的话，可能黑棋这个棋是不是围控围到这儿了，就是在威胁白棋的过程中，嗯，可能直接就撑到上面了，对啊，所以白棋这个打入呢挺及时，也确实挺大的，嗯，啊，这个解释一下，就是王老师刚才围到这儿，嗯，不是说宣称我这底下全是我的控的，哎，对对对对对，你可能会有点棋，哎，你可能会有点棋，但是相比于这种普通的围控呢，这个对对手的压力更大，对，嗯，以后你接下来一飞然后再从外面一照，你把他先逼迫他走过去，是在对手出拳之前呢，嗯，白棋这个打入还是有点必要的，是的，嗯，而且露那个，嗯，就是，哎，这个棋呢，就是如同我们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情景预判一样啊。当白棋打入之后呢，不管客观上怎么进行，但是格局呢已经形成了一个互破的格局了。对，就是大家都很难有这种没大空的一个可能性。嗯，在这儿，那么白棋呢，小飞。小飞。嗯，白棋如果顶住呢，如果顶住它是不太可能啊，这个正常的定型一般都是顶，黑棋往回退，顶的话长，嗯，然后扳住，扳，对对对，夹一下可能有点不舒服，是吧，现在就夹，对，现在夹一下就不舒服，大概是粘上，然后再起来，哎，飞哪个，大概飞这个吧，这儿吧，那就，嗯，
这样的定型白棋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嗯，如果说白棋这里立下去怎么样呢？嗯，立下去，对，其实立下去也可以考，不过立下去可能黑棋要在这儿自己要出点你的棋了。你现在单拖是吧？直接就拖一个，要出点你的棋了。嗯、是他拖的时候，如果说白棋挡住呢，黑棋有个加，嗯嗯。这个局部常用手机，实战白棋的这儿的下法呢，稍微有点少见，稍微有点少见，就把控脚控给放弃了。嗯嗯，看看围也围不住多少。嗯，对，搬了兵加一下，没几目棋。像这种地方，实力到的棋手不太会可能犯错误。我们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其他的下法。是，拖。嗯，哎，这个时候呢，黑棋下一手棋很重要。很重要。嗯，这个时候如果黑棋只是尖的做活的话呢，有问题，连动的问题。嗯，挡，黑棋可能要先吐一下，然后再立。嗯、这样虽然活了的话呢，影响外面，影响外面的后保。白棋在这儿做一个。嗯，这样的话活是活了，可是整块黑棋大龙变薄，这个不是黑棋愿意看到的一个现象啊。这个有鲜味吧，然后刺完了再一刺，基本上马上就要黑棋的命了。嗯。嗯，那这个图如果下成这样，只是活一个小角呢，黑棋不满意。黑棋这个露进来呢，也不是这个目的。嗯，对，黑棋这个时候这个拖很重要，先拖个二路，然后再拖这个小目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手棋。嗯、是。现在如果黑棋同样是让白棋同样是让黑棋活角，比如说你如果只是走这个的话呢，那这个下法不一样，这个白棋一下变得薄多了啊，这个形状。你要是还是现在走这个呢，黑棋这里还可以去。反威胁你两下，对、这个下法，这个差别会很大。嗯，嗯，这个、差别会很大的。跟这个挡住相比，眼位和后薄都相差甚远。所以拖的时候呢，只有反击，这个白棋只有反击。嗯，白棋搬，一定要把这个先吃掉。嗯，嗯，哎，这个打吃的时候，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为什么不提呢？不是提的是吧？嗯，提了他。难道是怕他打上来吗？怕这个吗？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像怕的地方。如果说小袁同学连这个都怕，我也不太能理解。这个我就算拐打，也不像黑棋能便宜的地方。提劫吗？提劫，我就比如说先这边找个劫，这样再提吧。这个劫来纠缠一下，再来纠缠一下，或者就刺这个。刺这个我这有劫，刺那个我还要想一下。想一想，先别想了，嗯。那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劫财啊，难道他要在上面找劫吗？反正有劫，大家这个劫对于白棋来说也不是特别沉重。嗯、你提的话，他等会儿再往上跳一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总之，黑棋压力也很大，黑棋压力也很大。嗯，嗯，不知道，或许他觉得这个长上面的头比较重要。但是像这种地方，对于职业棋手来说呢，一般不让人家左右两下都打到，啊，左右两下都打到还是挺痛苦的。不，这两下都打到了之后，白棋有一个好处，就是这块棋已经活了。那刚才提到这里，这块棋也活了，但是也不像会是死棋的样子啊。好，这里下的多少有点神奇，嗯。然后他飞一个，嗯，飞黑棋也飞，这个交通线还是要争，嗯，要不然被白棋连上的话，黑棋整块棋的后薄会出现减分的情况，然后他再连走那，这个冲断是不行的是吗？现在冲断，嗯，现在冲断的话，冲断是什么情况呢？嗯，冲断他正常的话，他单长一个，单长还是扳好？他单长，嗯，你拐下来，如果我飞的话呢，打吃我接上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啊，这个黑棋还白棋还真的是危险。飞这个是吗？对，你打吃我就接上，这个可能杀气，白棋可能要慢一气。嗯，这个白棋真的是危险，所以他不能冲断。连回，再跳，接下来白棋要干什么？哦，要进去了那边。嗯，盘点一下这边嘛，这边我觉得黑棋还是便宜的。哦，黑棋这边的收获还是挺大的。
这个漏完了以后，主要走完了，把自己中央这块本来有可能还是保起的棋呢，就走后了。是，确实白棋也没剩几个棋了，都已经联络了。而且以后呢，这些被分段以后，这一间都是先手。白棋活了没几目棋，1、2、3、4、5、6、7，撑死了七目。好，白棋另辟战场啊！白棋你破了我的，白棋再来破你的。现在挂进去。这样，小飞，黑棋确实碰见这样的对手，要拿住他也不容易，要想把这块棋拿住也不容易。他实战，黑棋实战选择的比较稳健，走这个。看来这个地方的打入还是很容易，觉得随便人家一挂搬完了一小飞，你也不好吃的。主要这边厚，要没有这边这么多的借用的话呢，那确实黑棋这个完章的飞进去也是挺凶的。那这边比较厚，就是现在不太行，现在不怕，顶一个，在这儿。应该说这个局部还是挺成功的，打吃团一下，这个白棋就这么连回来了，这个、还是挺成功的。是啊，破的已经很彻底了，没有。不过这个怎么样还能比它更彻底？是是，但是这个最后这一下，黑棋一团，团的白棋有点难过。这个点着一下，还是真的起作用了。对，团一下，团的白棋怎么办呢？冲过来呗，冲过来的话就是将来这边留个吃啊，有打吃，对打吃，比如说这边他有点稍微有点借用的时候，吃完了煎出来，现在不行啊，现在不行，但他可能要在这一带有子，哎，对，这个借用对于白棋来说稍微有点难过，是白棋不愿意给他这个借用，但是实战白棋这个飞可能还真的不如就走这个呢，真的可能是这一飞黑棋拆。黑棋拆，将来这地方就是白棋要小心。黑棋跑出来之后，白棋这地方形状其实很坏的。对，形状是很坏的，没什么眼位，而且还很薄。白棋这个打入，总体来说应该还是有所得，有所得。破了空了。对，毕竟把黑棋原来的这个基本空啊，就这么给破的差不多了啊。现在黑棋的目数呢比较浓缩了，这一个角15目，这个大概有7、8目。23、33、40，40那边5目棋，45目，这时候形势其实也还早。黑棋也很心平气和的，你要破我就让你破了算了。对，如果白棋这边的空能为数30目来的话，白棋形势其实也不差。挡住，这还是很大的。挡回来。接下来可以冲断是个先手，然后冲击中央。那黑棋拐这个，这个拐呢，对于白棋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其实白棋也挺想下这个，我觉得这挺大的。挺大，但是有一手棋加持。白棋现在挡完了之后呢，应该说在全局实控的对比上啊，白棋有优势了。是，因为我们刚才点过目，黑棋实际上全盘的目数不是很多。对，爬回来以后，这边的目数，白棋只要能够稳健住啊，实际上，白棋的实力是有优势的，但是现在呢，确实白棋中央有点薄，这个地方有点薄，都是欠着棋的，就看黑棋怎么能冲击白棋。走这个，它拐，拐是形状吗？那不拐怎么走呢？这时候有点想冲一下，冲这个，看能不能够给它有点威胁呢？拐完了以后呢，这个地方头还是软的，以后它靠断，这个借用让白棋有点不舒服，有点想先冲它一下，能冲到吗？就怕冲不到。我觉得它肯定不会硬。不硬的话，是不是我比同样补棋补在这儿，是不是要更有积极性一点呢？这个可能是值得商榷的地方。它拐这个的话呢，后来有一些隐患，黑棋这儿先顶一下。这个陈耀烨同学，这个好棋，这样的话顶了一场，白棋这边就只能补回去了，这很痛苦啊，这棋。这个不好歹虎在这儿，虎在这儿下一手冲过来还有点价值。那虎在这儿就这下可能会被，对，那软一点就软一点嘛。那靠的时候白棋也不能搬在上面啊。
搬它退了，搬它就退，然后这个形状就碎了，这底下都不过了，对，这个飞也不对，被人家一弯，这个人只能忍，只能忍在底下，粘回去太忍耐了，我这个无法忍受。我虽然是脾气很好的一个人，我虽然是脾气很好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像围棋，这个怎么也得走在外面，怎么也得走在外面，拐一个也可能也行。对，在挖子街上补这个，下一手棋有冲了，这个黑棋就不是完全的先手。黑棋如果拐的话，我的棋我再往外跳，再往外跳，这个比单纯这手棋，这是我的空啊。嗯，这地方这一幕棋是我的空，我怎么能够往自己空里填个子呢？这个，除非是喝多了。对这确实黑棋下的比较好，给白棋留了个难题。怎么这个粘实在是像靠在那儿，像初学者下的棋，粘在那儿太忍耐了，不太像世界冠军下的棋。这个过于忍耐，对，这个有问题。嗯、这手棋大额手，因为这两手棋一下就被黑棋便宜的太多了，是的，便宜的太多了，这个子已经死进来了不少。黑棋挑这个，应该在这儿，很大。嗯。这个跳很大，这个跳就是这条交通线基本上白棋已经连不上了。嗯，下一手这个打入，像这边虎断，这个白棋的薄位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是，嗯，而且依然这整块棋也没有觉得你这一眼就看得很清楚。是的，到时候万一他要这儿欺负你两下的话，你可能就要去搭眼了。是，这个实际上是白棋的最大的面临的危机。是，白棋现在实控可能。可能就是袁胜真觉得自己时空还不错啊，甚至有优势一试，所以走得那么软。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啊，因为局面没定型的特别多，白棋又薄，光有时空上的优势呢，那个跟整个局面上的优势是两个概念，是的，是完全两个概念。那跳到这儿以后，白棋很薄啊，靠这个来正形，黑棋搬，断一个，断是个很损。这个定型呢，就是确实上面打着一下，打着一下呢，自己变得厚了一点。啊，这地方可能会出一些眼位，但是从目数角度来说呢，这个下法是很损的，把黑棋损成一个大铁块了，已经。白棋走这个自保，但是实际上这手棋呢是没目的，没走着目。对，就是它这个形状还不如这个形状好呢。一个四路，一个五路，显然是没稳住，显然是没有目的。二路以后一漏呢，基本上，白棋是没有走到实际上的收获。黑棋一个个打吃，这种很厉害，对，这种打吃都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我觉得陈耀烨特别擅长下这样的棋。在搜刮对手的过程中呢，就是一边自己在掌目，白棋只有这么下，白棋这两个子也不能弃掉啊，弃掉你的时空优势就没有了。黑棋在吃，就是在搜刮对手的过程中呢，一边自己掌目，一边啊缩小对手的眼位。这个棋白棋棋上整条大龙已经越看越玄乎了。越看越危险了，这眼越来越看不见了。这底下没有眼，虎一个有眼吗？虎的话，如果黑棋厚到一定程度，黑棋跳这个也就没有。可以跳这个。嗯，所以刚才这拔到这儿还是很有用，要不然的话你挤不进去。对，你弯的挤，只要厚到一定程度就没有眼。很有意思，所以底下没有眼。底下你将来可以考虑做这个打结眼啊，这也没有眼，这我还可以跳。对啊，只要你有那一跳，它怎么都是没眼。就是没有眼，这个局部是没有眼的，那就是说还真的是挺危险的。反正你得意识到有危险，你意识到有危险可能还真的不会死啊。现在显然白棋对这个危险意识也不是很足，走这个这手棋过分的有点夸张，我觉得过分有点夸张。这个时候白棋可能还是要可能补棋，他比如说打一下让一提，再补一个，补一个是不是黑棋？这样，这代要怎么办呢？那就还是先漏吧，先漏进去吧。这是看得见的目数。对，这个过程中，白棋被黑棋搜刮了很多。是的，是的。这个亏了不少。再漏回去的时候，如果你那边守一十、二十、三十、三十五、四十，这时候白棋已经不赢了。对，本来我们刚才给这个局部就点了六七目棋，给黑棋就点六七目，现在恐怕得有十六七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来。这十四五目了已经，这个一下被搜刮这么多，黑棋已经不差了。而且黑棋这个二路漏呢，它是一个先手，你必须得防守，不然不是再加一手的话，你所有的空都不见了。然后你再加一手呢，你首先加到这儿还不是很舒服，被人家一尖。
然后黑棋呢可能抢到先手之后在上面一撑，这中间又撑出石头。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判断啊，刚才白棋的时控优势啊一点点，对，一点点，这手棋往回一缩，这手棋往回一缩，这个棋可能已经是劣势了，就是你刚才的优势可能这时候已经是劣势了。如果你这时候在这儿的话，你这个黑白棋不用说在这儿下完以后又在这儿连下两手棋了，不用的，你可以等黑棋交换一个以后，你直接这手棋走在这里了啊。这个往回缩了一下，就是本来是较着劲呢，不同时间看不清啊，缩了一下就已经不行了这个棋。对，所以中后半盘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对，这个棋不太，就这步棋绝对是不像世界冠军水平，要下得很紧啊。他现在这时候意识到形势不利了，拼，但这个拼的就是过分的，真的有点夸张了。那一吃，这一吃怎么办呢？你现在粘都粘不到了。现在粘的话，对，人家补在外面了，黑棋走那儿，对，人家可能已经连不上了，这两个断点。他现在顶这个。顶这个黑棋毫不犹豫给你冲过来，对啊，冲过来，这个没办法，这个已经连不上了，这不连的话这边要死了，然后黑棋那拼命了，在这黑棋了，是啊，这个黑棋这个确实这个也得先，这个不能不要啊，还虎过来，看不到虎路，这个大龙瞬间就开始是，本来还是生机勃勃的啊，就是。一秒钟的事，很快一瞬间的事情，就是已经有点像让人家瓮中捉鳖了，这个感觉。这现在我们看到这里，他可以做出一只眼，后手眼。嗯，这只能有一只后手眼，要是先手眼的话，可能还就活起来问题不大。对啊，他这边首先是后手眼，而且在做活的过程中，你不能就是你这边死了也不行。对啊，这人家一盯，基本上先手就抽完了一次一大飞，你是死的。所以他现在得拖，没法弄了。他现在得拖，白棋现在得从这儿去寻找头绪了。嗯，这儿如果要是走不出什么好棋来的话呢，对，就完了。哎，刚才我们说这个地方虎一个，他跳一个可以杀他，那他有没有连扳这样的手法？还真有，不过呢，我连扳你打住我也没什么用，打住你再虎，我以为打跳。跳你打往里爬，这样的话我这块棋可能走着走着可能跟我这块棋会产生一些对杀，但是你这个扳呢，说实话也是属于拼命了，这已经是拼命了。但是徐丹任老师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这个人反正这个下棋对吧，把他逼到绝路上，临死之前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对这个其实你已经要杀他了，那我还不把什么绝招都使出来。没错没错，什么风度都不重要了。我刚才没注意，你这个扳确实还真的是好棋嘞。好棋，有点棋，扳起来是当然的一手，必须得扳挤一个。哎，这个地方的手机呢是值得学习的，值得学习的，但是、但是有多大的用场？他接上，挖一个，挖了顶，哎，这个棋创造点麻烦。这个，哎，总之，任何一位棋手，不要说袁尚真这个实力了啊，就任何一位棋手在这个临死之前，最后蹬的这两脚，肯定都还是要有点实力的。提，你得小心，要不然可能吃挂，对，把自己吃炸了，要不然就。再踢，加了一个，要不然被别人拐这块就先死了。是，先把自己做活，七，然后再提一下，九，然后保持着有个拉出来的打劫。那就只有拉出来了，那这地方也是打劫，也确实是打劫，提，要劫杀这块棋，劫呢？关键是劫呢？这黑棋实在是太厚，劫在哪里？居然都找不出一枚劫财，还真的是啊！这个打吃是劫吗？那打吃完了以后，人家打吃还有劫啊，这个劫也不能损劫，也不能轻易找。哇，这棋真是太可悲啊！我觉得真是可悲。居然都找不出劫财，一般来说啊，要死的棋劫财多，还是劫财多。但是我那个大龙七长一尺，五眼自活，太可恨了。多少有点劫财，这劫财都找不出来，怎么第一个劫财就没有了？这个真是太……你这个都不是劫财，这个人家一粘，你这儿没劫，你只能靠那种一路扳的话，那就太撑了，太悲惨了，居然都没有找出一个劫财的地方，太悲惨了，他是唬这个去了啊，悲惨悲惨，这个真的是悲惨世界了，接上了，还没接是吗？他没接，他还先不接，哎呀，真气人，真气人，他先冲，冲完了以后搭这个，这个真是拔刀了。就要杀他了，
出手了，这个真的是拔刀了，要先手灭掉你这只眼。对，先手灭掉你这只眼，先手灭掉眼，那还看什么？那肯定已经死了。走，这地方没棋，然后再接回来，这棋这已经干死了。哎、我觉得陈耀烨有的时候这种就是杀人的这种意志力啊，特别强。其实我们刚才一开始说这个对围模样是需要除了实力、除了这个对大师的判断，多少需要一些心理素质。是，其实杀棋呢更需要心理素质。嗯，你反正治孤的时候呢，他是被逼上华山一条路，肯定是什么棋都能想得出来。但是杀别人的时候啊，这个相比于活棋，杀要更难。嗯，要杀别人的时候呢，计算的要更多。就有些棋手他什么不擅长杀棋啊，就是他那种杀棋的斗志要弱一点。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陈耀烨冲完了一搭，这个棋真的是神奇啊！他一旦出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回天无力了。还真的是啊，这已经什么棋都没有，冲就跑，打吃就接上，那太厚了，就冲过来，什么棋都没有。等会我们摆一下啊。但你看，如果你冲，你觉得他不敢跑，他就跑，你再冲他就跑。你看上去这地方你打吃好像有点棋，没有用，他接上。你在提的时候，人家还可以冲过来。你以为是打劫吗？打的时候，人家可以从这儿一提，全都连回去了，很安全。这棋就是一开始在这里，白棋呢也是付出了代价嘛，是把对手的这个给撞成铁壁了。嗯。所以我们看到刚才在这里破空，但黑棋一直很冷静的，嗯，这里也补厚了，然后这里很老实的就拆了个二。前面其实白棋这边的打入和这边的打入都没有问题，就是正常的破空嘛，总是要进行的。对，就是突然间在这儿下了一手棋，又下来下一手棋，这两手棋完全无视于大龙的死活，连拖两手棋，太撑了，那确实人家要杀你了。对，啊，当然这个前面的恶手，这都是前面，付出了代价啊，你这个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前面下了坏棋，你可能觉得、哎、没事啊，我这挺厚的，后继这个还记得。你到后面总是要追赶的，嗯，最终追赶那就要你是要付出代价的，嗯，是的，这个棋，白棋还有没有活路呢？没有看到看。哎，今天我们看的这两盘棋还真的是挺快乐的，有杀呀，挺快乐的。你靠完了，靠了接回来，然后一接，嗯，他死得很挺嘛，搬了一下，嗯、挡住。这地方那真的是成为一只眼了。嗯，是的，本来还不是很靠谱的一只眼，扳倒也成一只眼了。哎，这棋这么悲惨啊，连后面这一只眼都做不出来。另外那七眼找不着了，已经找不着了。嗯，再也做不出来了。眼在哪里？冲！哇，这棋这么被杀了，我简直是。如果就这么被杀了的话，我觉得简直也是一盘很神奇的对局，也是。嗯，他现在走这也不行，走这人家断着他、嗯、来不及了。本来他有可能打完了冲过去断掉人家。这棋杀起来突然间看着好像特别简单嘛。对啊，很死得很挺，发现毫无难度的这个死法。嗯、我这个太干净了，死了。如果从这边冲呢？从这边冲有用吗？我们来摆一下。接回来，这个接是先手，你得提一个吧，提一个吧，嗯，提这个好一点，提这个好，嗯，你打我提你打，反正让你痛快几下，哎，痛快几下，痛快完了呢，痛快完了也没事，嗯，瞎痛快也是瞎痛快。那当初这个白棋这个虎可能是个勺子，应该可以，还可以挣扎一下吧。他至少打劫，打那个稍微有点难度的劫啊。你不是不让人家看得太清楚了、嗯。如果这样呢？这样，挤这个是先手吗？挤也没用，挤人家走这个扣吃呢、嗯，扣吃他就挤这个，挤了粘回来，很清楚，真的是活不了，真的是活不了。那没有别的招了，就这么死了。陈耀烨的力量之大也是。令人咋舌啊，也是，嗯，很吃惊啊，让人，嗯，我好像很少看到他吃棋，我的印象当中，好大的力量啊！但是他一旦出手了，发现敌人就已经跑掉了。对，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当对手连这种冲了靠，就是看上去明显违背常理的棋、嗯、都已经下出来的时候呢、嗯，你得小心，或者说你已经来不及了。嗯，你小心这时候小心，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嗯，怎样呢？然后。挤这个，然后挤住，虎一个，白棋虎，
没什么可挣扎的，街上。接上，然后人家把这个都取掉，嗯，算了，给你活一半，这都活一半算了，要不然活一半比全死的强啊。但是活一半反正也没什么区别了，不是输，没有区别。这时候还是宁与玉碎，这个吃五六十木，他还是一十二十三十四，打了两下，光死就已经四十木，可以过过瘾。打两下，这个时候抓紧时间过过瘾，再一会儿就没有瘾，没有机会过了。搬一个，这个局部啊，这个局部也没有眼，没眼呢。挡的时候你挤完了以后，人家可以点进来，人家连劫都不给你打啊，不给你劫，这地方是没有眼的。搬，这个杀棋喽，搬走。单跑接上，单跑我也是接啊，这地方骗一下，这地方啊其实也没什么意义，我现在提也是一样的，其实对你打吃我接上一样的，这地方还卖个花枪，卖时候反正吃和吃是剑合嘛，没有用，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卖个小花枪，嗯，卖个小花枪，走这个一跑单接，还有哦，他可能如果说你提这个的话，他打你接上，他把这个粘上，你粘这个，然后他挤吃完了，一冲吃，哎呀，有关系，陷阱真是无处不在啊，真是。哦，他单跑还有这个好处呢。所以他还是有关系。完了，这期要我下的话就被逆转了，就吃不着了。所以就是要粘这个好棋，就是要粘这个，只能粘这个。你走这个的时候，他就要从这儿打。对，他要从这儿打，如果你粘的话呢，他就不从这儿粘，他就提这个了。是的，还真是。哦，除了这个以外，如果说你提这个呢，他吃这个，就不行，也出棋了。嘿呀 呀，只能粘在这儿。还突然发现这还是有点妙妙妙。这个棋真是，这个赢一盘棋太难了。徐丹云老师，这赢一盘棋太难了，就是。对手会给你创造很多的陷阱，无数的陷阱在等着你。像我这个可能高兴的稍微倒了两秒钟，这样给大家做了一个反面教材啊，我还觉得好像怎么样都行的，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当你以为通向胜利的终点有 N 多条道路的时候，或许其实只有一条，对，那个都是障眼法，都不存在的啊，千万不要松懈。在其实大家也真的要体会一下我们这个职业的难处啊，你赢一盘棋多难，多难。这要是犯了一个错误的话，肯定是夜不能寐了。这，对，这棋就这样输出去，太疼了，这输的。交换了两手，这个都没什么意义啊，这个确实没意义。小心。这个没有意义。然后最后呢，就是最后一手走这个，人家大吃，这个棋总算是拿住了。最后我们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回味一下，当对方跑的时候，这个自拈一步，这个棋真的是妙极了。对，妙啊妙啊妙，这个真是。因为他现在他粘的话，你可以提到那儿去。对，这时候他粘，我可以提这个了。啊，刚才我呢自以为是，对，我自以为是，我觉得提这个不是一样吗？人家粘完了以后，人家粘从那儿打，这真的是出奇了，出奇了。嗯，哎呀，真的是，好棋，好棋，好棋。好，最后一手棋呢，黑棋151打到这儿，这个白棋大龙奋死，这实在是没法继续了，现在继续了，黑中盘胜，对，陈耀烨以很精彩的屠龙结束了这盘棋的这个战斗，直到最后都避开了对手的陷阱，没错，下得真好，这盘棋，对，其实这个屠龙呢，我们看起来好像，这那么长一块棋，怎么把它吃掉？但是实际上他后来吃他的手法特别简单。是，很容易就把它吃掉。有勇气，有计算。对，下得很好。好，那今天的直播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收看，再见。再见。